今年皇宫过年盛宴，皇上爱大家准备斋戒，以为五路五事来受气，实无对策。嗯，啊，有了。皇上驾到！众卿，平身。小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天是正月初一，天在议会堂设宴招待众爱卿。先前，咱要求爱卿准备新春娱乐节目，不知众爱卿准备得如何咯？启禀皇上。我拢准备好了，那就请众爱卿替下准备，恁就等众人精彩表演咯。新春贺岁表演组第一位是榜一榜先生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脱口秀。过年表演之。里面太无趣了。启禀皇上，古人说宰相多能能清洁，听讲榜先生有一招绝招是吞劫。那就请先生表演吞劫。来人啊，在速剑。好。启禀皇上，榜先生因为肠胃不爽快，已送请太医医治了。希望伊无事则好。第二组是典代人，伊要表演的是舞剑。啊！我靠！难道爱卿表演的是民俗文化、传统艺术吗？好厉害呀！
第三位是当今聘请来的新秘嘉宾。啥？是公孙爱卿要唱歌？我拄才一百年呢。爱卿不计行抢大胆演出，可是捏花钱良心大发。只不过导演，那一团无专业的舞团，把我拖出去。第四位是江南第一才女洪小姐。带人拖出去。是。啊啊！老子要去哪里？放手！就要去哪里？人将爱卿拢已经表演完毕，小多子，你是否也要表演一段呢？啊，皇上，我无准备，我无在意啊。有。有一招死我透透，世界厉害，别小孩大家来不要紧。哇哇哇！天啊天啊！感谢众爱卿破庙演出，未来一年，阁要辛苦众卿家。请爱卿静静享用盛宴吧。今年祝大家猪年吉祥，诸事如意。